全垒打。好，你刚刚所看到这一发飞出球场的两分炮是魔鹰在七局下半所敲出的，帮助台钢以7-0领先统一狮，最终也以7-1赢球，拿下对战统一狮的首胜。而这一颗小白球还轰到了右外野的军人钟林慈，最后是由球团工作人员捡回来。魔鹰回到休息区之后，也穿上印有鹰字样的服装，拿起玩具机关枪和队友们开心庆祝。他很喜欢在。Hello， 我是林晨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